我换完了，我打扮完了，现在要出门。现在我刚刚叫 Grab， 我本来是打算坐 MRT 那个去的，可是我也是要坐 Grab 去那个 LRT station， 也是10多块。然后我去 Bukit Jalil 那边 Asakusa 也是15令吉，所以倒不如我直接过去，不是更好吗？ Let's go。 今天的装扮就是，今天圣诞节嘛，就觉得穿这个红衣了。还有 Zara 的长裤，我之前看演唱会也是穿这个 Zara 的长裤，我好像每次看演唱会我都是穿这个 Zara 的长裤，虽然现在有点紧啊，会显到我肚子好像稍微有点肉。 OK， Merry Christmas， Happy Christmas， 大家再见，我不要拍那么多，不然我没有 storage 了，拜拜。23号是第一场，你是一早早就买票了啦。啊，对。到了哦，很晒哦，要来找我的网友。是静雯吗？啊，对对对，是你们吗 ？Hello。可以来吗？可以。我有很多，快点来，随便抽一张吗？谢谢。来，耶。本来要排队拍那个拍的，太多人。谢谢。哇，谢谢。谢谢你哦，好漂亮哎。谢谢。我今天可以在外面跟你拍，不用自己配你啊。耶，很美。现在我们要进场拍照，我们是11版哦，那有 aircon 就是爽，我们不用排队了，拍一下照。好、oh, ，OK。太飞了，我的飞太亮了。哦，你看到了？我觉得应该不会准时开始，感觉会迟。2小时30分钟，可以。温馨提醒：此行时间紧迫，艰难险峻，还有可能遇到野生动物。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什么问题？我可不可以去？不可以，谢谢。你想听？是这么不讲道理的吗？哇，如果昨天算平安夜，今天算平安日啊、哦！哇，真有你们了。Hello 啊 ，everyone， 吉隆坡的 people，nice to meet you。English， Chinese， 马来语，阿苗，粤语，广东话。
阿巴卡巴，苏丹巴干布隆。哇，都是本地的，好哇，太棒了！看不懂的朋友看翻译啊，苏丹巴干布隆。I'm in 吉隆坡 already。哇，老黑，我见到憨度了。哇，吉隆坡的 people 竟然每一个都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Malish 是吧？叫 Malish。达比、嘎姆、达亚达、三亚、嘎亚。当地的所有的朋友 ，just tell me, answer me, if you think I'm ugly, put your hands up. 谢谢。男人在这边念，烂泥马，烂垃圾。女的念博人的，让我们看看这里的烂垃圾。哇，真的帅哦！越年轻越好，叔叔，祝你身体健康哈，长命百岁哈，一定要身体。谢谢你来看我的演唱会啊，我很荣幸哦，见到你，谢谢你啊。我还听说这里应该有常住的有马来人、有华人、有印度人，对吧？然后呢，我想请问一下，今天来的马来人请尖叫，今天来的印度人请尖叫。别装！今天来的华人，请尖叫！开玩笑，你自己买个票套一小小啦，有床票的不叫尖叫。不听过没？会唱吗？简单。是简单点，上面的嘿，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全场。看不看红绿灯？我真的醉了，请问遇到黄灯该怎么办？大声点！我也是醉了，这真的是假的？哦，所以呢，我们以后还是要过去一笔一竖相待，好不好？我们华人至少跟你来，谢谢你哦，再见了，好不好？你好，欢迎光临，好不好啊？这么喜欢跟我唱反调吗？今天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你在墨迹什么？请尽快完成任务，迅速返航。收到请回答。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会唱吗？看来你们现在这一趴会唱的都要跟我一起唱，好不好啊？全场准备清唱。
开始。哇，我唱也退票，我不唱也退票啊，那怎么搞嘛，一人一个字好了吗？那你要接着说啊，预备，好，哇，算了算了，神经病，没这唱法的。哎，刚唱哪里了？我还是没犹豫，就太好了，同学们，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所有人每一个人一起开始保护地球，不要闯红绿灯，不要用口哨叫服务员，不要在酒店吃榴莲，不要在网上骂人，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大家说好吗？好，让我相信你们，让每个人把手上的手机灯光全都点亮，当满场都变成白色的时候，就代表我们人类回去的决心。因为我们的信念是 peace and不杀。谢谢你啊，我的模样毫不具象，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不上班？因为明天我还要加场，是吧？
掐不动了。哎呦，实在是不好意思。哦，稍等各位，非常抱歉，这边。什么？是什么？加场啊？退票啊？哇，到这个环节还退票，哇，太过分了，同学们。想请问你们，今天演唱会好看吗？你们真的觉得是好看的话，举手。我还是要跟你们说一声抱歉，因为其实从前天演到昨天到今天，我都是非常非常重的感冒。我跟你讲，现在血压都是很低的，血压现在都很低。我真的是这三场可能，有可能是我目前演到现在状况最不好的三场。我对你们非常的表示，我很内疚，不好意思，是我非常不好意思，给所有人添麻烦了。那虽然这样，但是我没有腐烂呢，我还是有好好认真的唱完的。我们积攒的思念，下一次再见，好不好？我下一次会尽快、尽早的到吉隆坡跟你们见面，好不好？对，我希望我下一次，也许有这个能力，我们就在体育场相见了，好吗？给你们添麻烦了哦。最后一首歌要道别了。世界催眠，不要给我私立去吃榴莲了。哇，我好爱吃这里的榴莲，好吃的要命哦，同学们。还有你们这里的炒粉啊，还有那个鸡翅，我勒个去哦！一会儿晚上我就要去吃了，辛苦每一位啊！给你们每一个人都添麻烦了，同学们。就此一别了，那我们唱天外来物的最后一遍副歌，所有人一起好不好？我叫我的丑好多人，然后我再开了打视频，拜拜。Hello 大家，我安全回到家了，这是11:30，体验感超棒。可是我觉得不过前来看到那个人很小，看到薛之谦很小个呀，然后你看有送这个耳灯，还有这个荧光棒，虽然讲我们国家的这个没有这样好看啊，其他国家的是那种整个 LED plastic 那种，我们的比较软，整个海绵这样。其实我有点后悔今天穿这个红衣去，因为那边蛮蓝的，那个主题颜色是蓝色，所以穿红衣好像有点不准配那边的场合。因为今天 Merry Christmas 嘛，所以我就比较带红带红的。我觉得妆塌到有点黑了，这里可以看到好像黑眼圈这样，这里黑完了晕染。哦，这个是人家拍的，哇，他们特地弄出来整个票这样的登船票，我很幸运，我一看到那个人哦，他拍给我，耶，那我就可以做纪念了。这个是我特地从 Shopee 买回来要去看演唱会拍的，然后给它 zoom in， 因为我的手机 zoom in 不到太近，可是它不给我带进去，
跟和小红书认识的那个网友，我们一起进厂的那个朋友送的扇子，他自己送给我，可是也没有用到，因为里面是有冷气。然后还有人拍照片，我拿了两张，他是盖着给我们抽，所以我就抽到这两张。是之前的照片。拜拜！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就帮我 like， 还有 share， 还有 comment 啦。这个是有一个人送的，在读。OK， 拜拜 ，Enjoy my show。